想干什么？我想上去。我跟你讲，你上去只有个这个条件，就是你要软化它。就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打它就是数字都不是很漂亮。对啊。你就是因为你那把是轻武器，你要上去然后左键两次才会软化，懂意思吗？我们这种重武器上去只要一次就可以软化了，所以对团队来说，我们就是上去帮忙软化，然后给你们输出用。Oh. 好，左键。然后通常你左键都是会掉落物啦。我刚扛错，你有没有石头？靠你妈的嘞！叫你扛错你还拍，扛错！我按了，等一下，你没石头啦！我靠呀！就这样子，左键 ，Ctrl， 就这样而已呀、啊。我身上20颗石头哎、欸，还差丢一次就全部没了。你看看你现在石头还有没有？你石头嘞？没了，对不对？好用，我一直以为我还有。没有。所以才会说你那个石头要省着用，因为有时候打到魔物的地方会没有石头，所以你如果上去之后左键要省一点，能捡石头尽量捡石头，因为不一定，因为我们打到后面有一个关卡就是真的都没有石头，然后只能靠魔物身上的石头再撞墙。我找一下石头。什么叫做全弹射击？对啊，聊天室的。什么叫全弹射击？不就是全部射出去吗？对不起啊。哦，好，我有石头了。哎、欸，这些是长毛象吗？哦，不是，对不起。你给我专心打，你管它是长毛象。他叫波波，是不是长毛象？我不知道、哦。你快一点！你还给我按着？我没有。我刚哎、欸，魔物还没有定点，你怎么就敢那个啊？好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看错了。什么东西？没事，我看错了。好。好啦，生气快结束了，你又快可以扒他头了。你等一下上去自己看他身体在哪里，这会影响到你之后魔物打得顺不顺利。如果你也知道你魔物一直动，魔物一直动，你也不好打。嗯，就看你要自己拍得爽还是魔物一直动。好了，上去吧。有没有就这样子啊？他就带你走了、啊。哦。只是你这样子不动作的话，你会被他甩下来。可是他现在也不能拍脸。我是不是跟你讲会被甩下来？我有没有讲？可是他停下来了啊！我才想说上他。上你娘啊！你就没体力了哈。拍他。自己拿捏哦。往前，往前，像这个地方拍两拍。对。哦，没有，他要遁地。没有，他还在地板，他还在地板，他还在地板。好了，还没，好了，还没，好，这时候就可以，还不行，烤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什么啦？可以了吧？干嘛啦？你就不要想着勾，你还是主要是要输出，勾爪子是让你让它比较那个方便的而已。你硬要去勾、哦、勾爪，伤害没很高啊。我只是想试试看到底怎么了。啊，现在还不行啊！你在试什么？
好嘞，看哦，一下，然后 Ctrl， 这样子啊。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，你赶快玩，你赶快打。所以他一定要站起来，我才能到他背上玩。是我背上玩。好啦，可以了，快点快点啊！红眼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其实他可以抓了啦。抓？那他也可以算狩猎。你有没有抓的陷阱？我这只没有哦。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有麻痹陷阱。那有没有捕获蛋？捕获用麻醉球。嗯。有。你要就赶快抓哦，赶快抓到旁边，滚到旁边，快快快快快，不然它滚掉了。那、欸、可是我的麻痹陷阱是叉叉哎。你附近这里不行吗？不行。那来这边嘞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靠腰啊！你在看谁啦？我在这里啦。对快放地上，放地上，他要过来了。你快放！快扔，快扔！你快点扔！不要等一下，你快点，还一颗，还一颗，还一颗！你有没有在跳啦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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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丢。哦，我喉咙好累哦。我喉咙好痛哦。不是啊，就有些人没资质，应该要说有啊，然后就怪键盘啊，然后怪滑鼠啊，反正都是键盘滑鼠的错啊，不是你的错、啊。哎、欸，34分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、啊，反正就是你如果爱玩，硬要扒他。扒他三下头的话，那你就是少了大概6秒钟的输出机会啦，然后也少捡2次魔物的东西，因为你撞墙壁就会掉魔物的东西出来。哈，好啊，算了，你都没在听。有了，我在听，就是撞墙它掉落物会就是没有，然后会还有什么叫做撞墙掉落物没有啦？就是它会有掉落物，可是最后拿到的东西会减少。那讲什么？不出来。那讲什么？那是额外的东西拿、啊。哦哦哦，对不起。你给我去！你现在好像你现在有那个营地了吗？雪的营地还在跑动画。哦。等下教你去锻炼区域。还有这种地方？有哦。哎、欸，不然你现在看我的台好了。哎、欸，好。还要叫关掉，好。好了吗？嗯。好，你等一下来锻炼区域之后，有延迟啊。你问这只猫，然后按更改配置物。更改配置物，哎、欸。好，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会看到中间一只猪，有鼻孔、有眼睛的猪，木桶猪。有齁，有这个画面齁，这个。然后你去旁边这边，或是你自己削石头下也可以啊，这种黏着石，这就可以练习了。你就按你看哦 ，C， 然后右键勾上去，然后就按右键拍，再拍，然后离墙壁很近的就 Ctrl 这样射出去。你这样看，你这样看画面，你就是不要贪心。不然你好不容易拍三下，你射出去魔物回头跟你喊 surprise， 然后又回来咬你。因为通常一个魔物可以撞墙2次，所以就是你跟他中间，就是你跟墙壁中间夹着他，所以通常只要你上去拍一次，然后就可以撞墙壁了。哦，好的，对。你只有现在很好的，我的天！因为其实我刚刚都看不到他的头，他
底在哪个方向？然后你，我是听你有个更 你有个更快上去的方法，可是这个就是要看你熟不熟练撞到。你等一下看我的画面，嘿，你会发现说，哦，你怎么用的？好，我看，你看哦，然后就上去了，我就上去了，然后就这样拍，再拍，然后射出去。有吗？你有看到画面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上？对不对？哦，好酷啊、哦！我跟你讲过啦，你就右键按三下，就是那个嘛，会转圈圈的那个，然后就跟你上去的意思。但是要鬼人化哦，我记得是鬼人化啦。嗯嗯嗯，那个我有上去过。那我之前打一打无意识不小心上去，然后我吓到。对啊，就是鬼人化三下，然后扛加吸。然后就可以拍了。那奇怪，你鬼人化扛出就很顺，你上去怎么拍就很慢？没有啊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哦，没错，这样子，你怎么上去的？更换装备，我要等下一个版本的片手剑啊，因为下一个版本片手剑比较痛。听说啦，因为这版本的还没。这里有好多奇怪的人。你说聊天室吗？不是啦，那个动画。而且注意哦，你一定要拍的是脸哦，你拍你全弹发射跟拍那个脸以外的都不会有效果。哦，我以为全部都可以。不行啦，全部都可以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还是你要玩这个，你来看我画面。哎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好了，玩这把武器很简单。哎、欸，小关是谁？哦，那个朋友，看好，就这样子。然后高就上去了，这是锤子啊，就很简单啊，你就是续到三段，然后按个 C 就叭叭叭叭上去，然后在左键就软化了。哎，这把好酷啊！这把就是金狮子锤子啊，可是还有脸呢、欸。他是把一只猴子脸背在背上，你就很酷哦、喔。我是说你这一个很、哦、感谢布莱恩的50星星，感谢生母的200星星。好，感谢生母。而且这是这效果真的很棒啊，因为金狮子会变金色啊，他刚好也是会变金色。好好看啊，我天、啊。这锤子很简单啊，你就打得又痛，然后又很容易晕眩软化。更换装备，我看看哦。啊、你主线到哪了？拍那个老人家。好，那叫你拍他，还跟你讲说，哦，你这样那么近，我很害羞。对啊，他有事吗？跟你一样啊。我哪有？有事吗？我没事啊。根本好装备，我还没做，我还没做大件呢。金狮子的太刀，哎、欸，对，昨天他们也有人说，就是拿太刀，但我觉得我会很有障碍，不适合你啊。对，而且你拿太刀你会更累，因为太刀你伤害要高，你要急刃啊。
而且你集不到人，你搞不好一场都集不到人。我之前就发生过啊，我之前跟就是你都会发生这种事，那我不用说。对啊，我都会发生这种事，光是你，因为没有重点是太刀很多东西是吃魔物，什么意思嘞？就是我们有个东西叫做看破绽东西，就是如果你挡到那一下。然后打到魔物两下的话，就可以上一层刃。但是你好不容易上了一层刃之后，那个魔物冲去打你的队友的话，你那个就挥空了。那再就是我们集刃集到一半要打五下，一个到这种东西叫做那叫什么气刃大回旋，就是这个回旋最后一下打到的话，我们才会上刃。啊，常常都是最后一下没有打到，所以我那时候。一套下来，整场只上了一点点刃而已，可是伤害还是够啦，就只是一直追着魔物跑很累。那我还是算了，太刀感觉不适合。太刀适合熟悉魔物的人玩啊，因为我刚刚讲的看破那个东西就是魔物吼啊，魔物拍你啊，魔物怎样的。只要他有动作的话，你都熟悉的话，你那个就很好上刃了。一个人玩的话，更变装备，你还是玩双刀吧。以你的脑袋，要你玩什么？怎样？你不要小看我。不是哦，喂，不是，为什么我进来没有那只猪啊？还没来啦，你说铺蜘蛛吗？不是，有了，有那只猪了。对啊，打黑打轰龙那些用太刀真的很爽，怎么吼你都怎么不会跑。石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用的哦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想说什么，有人太刀完全都没被打到，他明明就是先看破，就这样子，魔物来的时候，先这样子吗？就是他先这样子，然后第一下先这样子，然后马上他没有挥下去，他是第一下看破，然后马上接这个，然后可以再这样子直接挡两刀，超帅欸，我会了。哇，我上去了。你在哪里？集会所了。我在练那个东西了。现在在玩长枪，因为长枪太单，长枪也很单调啦。方怡安安。长枪哦，我真的枪跟斧都没有在玩呢。14把武器就枪斧没玩，其他真的都摸过了。反正也不会去摸弓箭呢。那时候是因为为了带酱油玩，要自己跑过来摸摸看。那时候长枪我只知道戳戳戳跳，戳戳戳跳而已。那时候学到的就只有这样子。来，一二三，搓搓搓跳，搓搓搓跳，搓搓搓跳。h
好了，我会爬上去了，不是爬上去了，我会拔连的。嗯，怎么前前冲啊？先防御。嗯。哇哦，这样子哦，先防御，左键同时按，放开防御。嗯，跳。防御。哇。有电步防御跟反击防御啊。我刚刚说什么 ?Q? 郭云奇安安。看一下哦。欸，还是你想玩长枪啊。真的是很无脑欸。反击反击突刺。看你怎么玩。哦。没有啊，就是长枪，就是你看好左键三下，然后空白键，因为你往前，你左键会往前走，那你再按一下空白键就回到原地，然后左键是往前戳，右键是往上戳，然后 Ctrl 是防御。哎，好，我好像会玩了，哎，反击突刺，叮，飞翔爪。欸，是防御成功然后接飞翔爪吗？那时候听不懂。中段突刺，上段突刺，很少长，很少斩。强化射击防御。飞身摇路，被攻击的瞬间啊，就是哦，所以是我跟你讲，防御突刺，哦，所以是这样子吗？防御，然后这样子瞬间加息，也不对啊。那我等一下进去雷他的时候用好了。有推荐哪一把长枪吗？现阶段，我进去雷你看看。返回据点，去做一把。哎，这个小屋好漂亮哦！哦，你有去看我的小屋吗？我买 DLC 的。可以看别人的吗？可以啊，我买 DLC 的小屋。我去打开看看，可是我没有那些长枪的装备，我看看看哦。哎，可以啊，你来我家。这只进入失败，为什么？再次，因为我刚刚好像问到那个。我的猫咪进入失败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不让我进。前往集会区，哦，你的房间好好看，我没看到你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直接看你实况画面。是啦，成员清单。啊，你赶快去接主线啊，再来打猛牛龙啊。我应该会先带你刷一套猛牛龙的衣服啦，你那一套只能用到前期而已了。因为猛牛龙有一套是那个吃菇。Hello? 嗨。喂。有，我在听。嘿，他那个吃菇三会让你后面比较好度过。因为你可以吃风茄跟吃鬼爆炸菇。这两个对你来说很好，因为风茄就是秘药，一次让你的血加到最满。那鬼爆炸菇就是抢走药，可以让你那个耐力消耗比较慢。哦，我中后期就是靠那个度过的。
应该说前期就靠那个度过啊，度到后面毕业。陈燕配安安，哎、欸，干嘛？在这里都不能用餐啊？可以啊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。